罐头三千问。奇葩的理由大哭啊？没有哎，没有奇葩的理由，我哭都是是真的要哭。我想想，我没什么买东西啊。买了什么？买了机票，机票，机票。一千，因为你不觉得我现在画风变得很好看吗？你还是可以跳高一点点。我听说我最近在尤尼音乐榜里面被介绍了五次，在五个榜上面都是榜首哎，这首歌太厉害了！岩石里的花果然是会开。